未了国小成立超久球队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在学校的用心训练之下，这支球队在各大比赛表现都很好，尤其今年表现是特别优秀，在国内咱战绩上悬的超久球比赛当中拿下第一名，所以来个准备要前往印尼来参加比赛。李登基回馈地方的戴素乐卿，为着要鼓励这群认真的选手，也特别来赞助金比赛经费，希望这群囡仔会当继续为咱台湾争取好成绩。看到一群脚手非常溜溜的小朋友在拍球，他们是在创什么呢？看起来像是躲避球的球，其实叫做巧固球。规则是要打到网子，然后弹出来，如果对手没接到才算得分。接到之后就换我们的球权，然后我们就可以传球攻击。传领未了国小巧固球球队真有经验的教练吴国典讲，球队成立至今已经几十年，今年这群选手真无简单，认真拍球，在全国的比赛中得到第一名。我们这队球队是从3年级开始训练到现在，经过了大概3年多的训练，他们也总算实力也进到一个阶段，很高兴能够得到这全国冠军，荣了这个世界杯沙滩球赛的代表球。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乡长大力的促成，就六轻赞助我们这次比赛的大部分的经费。但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学校的家长，我们社区的家长，他们也都小额捐款赞助我们都非常感谢。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这次的世界杯沙滩球赛我们能够获得很好的成绩来回报大家。都利用上课加读册以外时间咧练球的球员讲，拍球一点啊拢袂辛苦，伊非常欢喜球队有今卖好成绩。很喜欢小固球吗？很喜欢，很喜欢。好。球队8月份也将要到印尼参加沙滩杯的比赛，为着要鼓励选手的努力，大苏企业特别赞助因出国比赛的经费。为了乡长柯中虎讲，大苏企业唔那承担社会的责任，更给球队一个实际的鼓励，大家拢真期待因国传出好消息。我要来恭喜咱未了国小的小朋友得到全国第一名，然后咱未了这个所在吼增加真大的这个吼光荣，嘛要去印尼巴厘岛比赛，我要祝福吼伊出去吼一路会当顺风。阮个囡仔对这个运动风气一直在提升，学校教育嘛真用心咧办，不但会当办到会当出国比赛，但是今仔上重要，我要感谢大苏企业会当圆咱个小朋友的梦，嘛会当予咱未来未了伫世界发光发亮。非常把握大家练习机会的球员，也拢真期待会当出国比赛，希望各位台湾家家乡成功。记者陈依伟、胡林采访报道。